一个师父和徒弟共同在看这个楞严经，看楞严经，看到释迦牟尼说的，我若暗指海印放光，这是经文，楞严经一句经文，我若暗指，暗指就是手指在这轻一轻啊，按一按，像你们弹钢琴一样的哦，按下去。我暗指海印放光，海印就比方我们的佛性，大海什么东西都有，大海里面动物植物都有，是吧？海狗、海豹、海狮、海什么东西都有啊，都有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人生万物。那傅大师说：“有无形天地，无形本寂寥。”能为万物主，不作死死掉。万物主，一切东西都是父亲发明创造的，是万物之主。所以比方大海，海印放光啊！我按按手指，这海印放，我的父亲大发光明的。这徒弟问师父：“师父，释迦牟尼这个什么意思啊？”我说暗指海印放光，师父说释迦牟尼好打三十板，好打三十板。我这个说师父说这个话，释迦牟尼有什么罪过啊？有什么过错啊？要打板子啊？哎，为什么要暗指啊？师父说海印放光，那暗指放光，不暗指不放光啊？我们佛性啊，时时放光，你被动做的事，它在放光。难道你起个动作就放光吗？放光者呢，就是它时时刻刻了了分明，它时时刻刻在里面放光，你能见能闻能说能讲能动能做，都是它放光。你不动的时候坐着呢，他能不能了了放光啊？是吧？只要暗指做什么，不需要有动作，还是很棒。徒弟说：“师父，怎奈呀？念头一起呀、啊，就被他说迷了。念头一起，就被他说迷了。”所以光一生就完了。重要就重要的之后，就禅宗真了不起。师父就嗨大喝一声，也是海印放光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以为是念头一起就完了，是吧？念头一起妄念就无明升起，把我们的本性光明遮掉，念头一动就完了嘛。哎，对，这念头就是妙用啊，念头不坏啊，坏在你们着相住境啊，